现在是早上的3:54，然后我在瑞珍钓具，原本要买800虾，结果大白虾跟中白虾都卖完了，所以就只好买小白虾。然后老板刚还给我一个面包，一个面包，谢谢老板，我没有早餐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原本想要搞大鲈鱼，现在剩下小白虾，可恶，我钓具要换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是干草，所以干草反涨，就是今天也流水，然后他就是先吃早餐，耶、yeah 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先把虾子丢下去吧。运气够好之后，随便丢都有鲈鱼。有号兄弟。小黑格啦，小黑格，很小的黑格，好久没遇到黑格了。没事啊，这是放生等级的黑格。小黑格。到十几公分了、啊、，OK， 放掉喽。啾！你看到吗？它塞在这个，塞在这里，它在干嘛？出来啊！到了吧 ？OK， 终于了。哎呦，这次好像还行哦。呜呼！哎，又是黑格哎，今天都是黑格哎。哦，这只还蛮大的哎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这是耍鸡啊嘛？啊，大你，放下，你别那么激动啊，哥。好了，够了，这是耍鸡啊嘛？是吧？巴掌雕，哇，巴掌雕，我们放它走吧，它好畸形哦，你看，哎 ，OK， 它乖啊，走喽，你在干嘛？迷路啊？是哦，这单是我的最后一只虾子，今天早上只买50块的小白虾，可惜，因为我打算回去上课。我8点还有课，现在好像是6点多。你看有日出啊，真棒！这真的很美。接下来就是少一只下课鱼了。啊、哦，很大力耶！可恶，超大力的。没事，我们下次再来玩。哇、哦，好可惜哦。还有没有东西可以勾、哦、笑死。好了，今天的钓就到这边。有钓到鱼就开心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的话帮我按下订阅。还有按赞分享。OK， 大家再见。拜拜。